接下来请收看慈灯法传欧美弘法行。隔天，海涛法师受邀在法国巴黎的华天中国城酒店内为有缘众生传授三规五戒，并为六道有情众生举办放生及慈悲祈福超度法会，令众生欢喜解脱自在。法会上，大和尚也以佛教的修行为众人慈悲开示。如果我们的思想还有恨，还有报复，还有斗争，这是最可怕的思想。我们之所以愿意来皈依三宝，我觉得佛不会害我，佛永远爱我。佛不是光爱你，佛爱一切众生。我们被佛的思想感动，修行。